然后没长眼啊，眼睛长屁股上啊，哎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我说你叫什么啊啊？说你叫什么？哎，二嘴叫什么啊？上班吗，哥？那就看了。要是下午还是讨不着钱的话，那咱们就拖一顿铁板烧。吃的有点咸，我能不能喝点水？喝什么水呢？必须喝咖啡。走，哥请你。你先弄着啊。哎，这家还不错，吃这家。走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6:30。